以前有一个女儿啊，她对她的爸爸真是没辙，因为她爸爸哈、啊、既用爱心啊，女儿对她的孝顺孝心掌控她，又一方面呢、啊、就是耍无赖啊，不愿意自我负责自己生命该负责的部分，这女儿很是头痛。她每次就是不想好好打理她自己这个父亲。 然后这女儿看了，实在，怎么说怎么做你都不满意，然后自己摆烂。这女儿就跟爸爸说：“我我,我不不受你控制了。”于是他就到他上班的地方租了一个小房间自己住。这爸爸就常常打电话来：“哦，我寡到啊啦，我安住啊啦，哦，谁讲拢无人咧照顾我、啊？林家拢做不好哎。” 细数着他这个女儿，他是的不好，他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儿子实在受不了，就带他太太住在隔壁去。你哥哥啊，都怎么样啊？都不孝顺啊！你们啊，真是我一手帮你们捏长大的，结果你们这样虐待我。这个女孩又听听不得这种责备的话语，又回去了陪他父亲，让他哭诉啊，帮他打理一切一切，弄好了。 要陪他住两天，那住两天，这中间呢，父亲就开始又又坏起来了，啊，这什么东西又乱乱丢乱放乱怎么样啊？然后去赌博啊啊，那嗯，给人家借钱啊等等啊，那这女儿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又丢了一点钱买了食物，又回去上班了。但、啊、是父亲开始又重复着他的哀怨的故事。 就一个月总是要演个两三出这种戏，他实在很痛苦。他说：“我不给父亲钱，礼上我不孝；事上即使给他钱，明天又跑去别人的口袋，他也不回来睡觉，他去赌博去了。他也不会把钱拿去买食物，然后就说我们真不孝，他都没饭吃。那他说到底怎么办？到底怎么办？同学，你知道怎么办吗？” 你到底几？该你不明白。<laughs> 说是这样说了哈，别人的事跟你你不用办。但是女孩啊，她有学佛，她说佛法到底要告诉我什么？我到底怎么办？她说持戒呀、啊，我持什么戒？我要孝顺父母，要纵容他贪。然后他无谓的这些言辞，我得照单全收，那我怎么消化？ 我根本就碰碰啊消化，他就很痛苦，得了忧郁症。因为他是守着他的钱，他也不想给他父亲太多，他只能给他父亲一点点，然后离开一点点离开，然后回来就一大堆的争吵。我就跟他说：“你持戒。”他说：“师傅，我持什么戒？我持什么戒？”我说：“持那个平静的心呐、啊。” 你就持那个那个平静的心，这条街，你今天回去了，他哭啊闹啊，你就不动，你如如不动，因为知道这出戏已经演了十几年了，戏码如此，造翻嘛，你如如不动，你孝不孝顺？你说你孝不孝顺？他说我很想孝顺，可是被他嘴巴一说，我很不孝顺。那你就用孝顺的心孝顺他，你不要讨厌他。 那你真的该打理打理，该给他做饭做饭，那该给他买的食物一餐一餐的弄好，甚至你要不就去你们家巷子口的自助餐，跟他说用叫父亲来签账，你要吃就去提着，吃多少都没关系。那最后你去结账，这样不就厨房挂在别人家吗？<laughs> 那你要吃，你你要吃你的戒，就是你有孝顺。 那你应该有给他一些零用钱，让他急需的时候使用。那他要拿去怎么样的使用？所以他另外一方面不足，你要跟他讲说，照算这有一个期限。你你心里不要讨厌他，你要恭敬他，那你又要孝顺他，你不排斥他，你才会身心清凉啊。他说这很难、欸，对不对？因为赌博的不是你父亲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以前我父亲不赌博？ <laughs> 是吧？后来呢？他就真的照这样做。他先免除掉内心抗拒世界跟讨厌众生，他要先持那个身心清凉。持戒是要身心清凉，你恶恶业不造，你恶念也不生了。他不是只是讲一个行为上的样子，他还有一个心理的状态。 后来呢，女孩啊，她很努力，半年后很有效果，很有效果。她说，基础上我知道怎么去处理我自己生命的难题，那这也就是因缘业报没有错。但是我，我我知道用智慧去处理它。至至于我父亲什么时候才能戒掉这个毒，似乎我不应该期待，因为毒很难戒的。 这个上面就谈到一个戒律的持守、生口意之外，它还有你内心的状态。那内心的状态，它是清凉的，它不是为了伤害对方。那你也是要所有的事情能够如法如律、如实相这样很顺当的下去。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很想控制别人，那种控制、那种权力欲很强。 其实他很辛苦，你一看就知道他很辛苦嘛他那个权力欲已经让他自己如火在焚呢，自焚。一点点不满他的意，他就要攻击别人，他要掌控全局。这时候你要先让自己清凉啊，你不一定要受他的掌控，你也不用跟他抗争。 但是这上面你要有智慧去处理它，让他这个权力欲上面看得懂，就是他脱胎换骨；如果他看不懂，你就尽量努力回向嘛，对不对？那这种权力欲的人多不多？着魔啦，他很痛苦，他在魔境界。其实众生差不多都这样。 没能力的，心里会嫉妒别人；有能力的，开始要掌控别人。啊，你到底要没能力好，还是有能力好？刚刚好又觉得自己很平庸，对不对？就想要好一点，好一点，好一点之后又要掌控别人，怎么读不懂呢？怎么读不懂理想呢？ 菩萨可自己不能够进入那个相啊，要随顺之所有，要随喜赞叹别人，那才是无我的，能够变一切去供养、啊、对不对？持戒的解释法这样子可以接受了哈。<laughs> 再来讲忍辱，忍辱不是那种。 千百次一直感受别人在迫害你，然后你要强忍它，那个是没有智慧的忍。可是忍辱波罗蜜，它讲的是对于道理很明白，对于事项你能够完全接纳，然后有智慧去运作它，使这个心安住，内心的状态是安住的，事项上。 是有次第性的去圆满，那没有关系，要花多长的时间都没有关系。但你基本上为什么都叫波罗蜜？基本上你的心是无为清净，才能波罗蜜。你的心是在波动当中，都不叫波罗蜜。忍辱是非常有勇气的人才能忍。 他要接受世界，他要对真理是明白的，因为你对于这个生灭法实相的道理不明白，你忍不下去，你消化不掉的。所以忍辱的前提是对于这些道理是明了的，精神层次是能平静而消化的。 实践上面的能力是能展现而转，把这整个转，这个才叫波罗蜜啊。而这转的过程，你一定得无我啊。如果你有我的位置、我的想法，那我的固定的一种行为模式，那不过在表达一个我而已啊。所以。 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是以众生的状况为状况，不是以自己的状况为状况。你以众生的状况为状况，而自己呢是清净的，随缘不变，而不变中又随缘，把清净一直安住在清净中，把这个整个的实相，这个整个的实相圆满，这才是人入波罗蜜。 今天如果一个人一直打你，一直打你，一直打你，打你,你就说我修金木九，修金木九，一定会怕，怕他不然一被笑哎，你你丢凶，这不叫忍辱不容易。有的人一直骂你，一直骂你，一直骂你，你怕劲啊！修金木九，纵容他，他魔性大张，他不是骂完你就好了，他可能去骂一大堆的人，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叫忍辱，那也叫无能。<laughs> 但也不是叫你盖修眉啊，也不是这样。忍辱波罗蜜就是只有一个点，不起嗔心，不管在任何的状态，不起嗔心，合理不合理？ 都要让自己不起嗔心，因为道理还没弄明白，你不用起嗔心；纵使弄明白，更不用起嗔心，一定因缘果嘛。所以他很有勇气，你要很有勇气，不起嗔心。你不起嗔心，你自然。 生命里面，他就不会树立敌人嘛，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忍环境，忍人跟人之间的言辞，忍自己福报不足带来的一些苦厄现象。这包括生根心嘛，有时候我有疾病，呃 这些人是凡夫之人，菩萨的人已经不是这些凡夫的现象跟条件。菩萨的人是在度化度化众生当中所有的逆境，而如果有起了一个我的标准跟我的期待。 跟不公平的对待，就开始了有迫害的感觉。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智慧不足，慈悲不够，对不对？所以，当有忍住这些的时候，要知道智慧不足，慈慈悲不够，对所有的一切期待，而这个期待。 绑在自己的标准，你就绑在自己的标准上面，所以你对于一切就有那种不能协调、不能消化的冲突，那种准住的感觉就来了。你不能看这个姻缘是空嘛，那你也不能接受。 这些缓慢的变化，有时候你会急。那急，你对于自己环境，你急不得啊。因为如果不是你个别而言，它是有，就是有关系法，它是两个人，就是一个人以上就是两个人，你就急不得了。你要急得得的话，你儿子还会考第十名、第二十名吗？ 永远第一名你给他恶补恶补，他就完全吸收，他还会这样笨笨的，有错吗？每一个人都可以，都是 OK 的，都是平等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不是你完全可以掌控的状态，它是因缘法，它就是因缘法，它就是性空。那你完全可以掌控你自己吗？也不行啊！有的人说我受不了我自己，有没有人这样？ 修行人有些时候受不了自己的习气哦，对着习气哭，可是已经又完成的习气又在哭。那你要是这个习气哎冻掉啊，就不会哭了，就会变笑，<笑>对不对？所以菩萨他他对自己的这块部分就是用戒，用戒一直在戒上面，你习气这块就。 不会那么强烈啊。然后只要有两人，就不能期待；只要有事件，就一定有它的时间跟这个空间里面的条件因素，它就不是你可以掌握，因为一切诸法无自性嘛。你说我今天一定要办好这件事。 这件事，这个事一定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人物的，有它所有的总和才叫事啊。那这个你应该办这件事，但会不会好？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这个上面就是法无定法了、啊。你要接受所有的一切。 但里面涵盖的是，你很清楚自己应该做的事是什么。那这个忍辱会让你的心很柔软，因为你真的能对自己的这诚。有些时候我们看很可惜、欸，说实在，有的人他修行。 精进的时候呈现的精进相状，可是如果荷丹，就承担呐、啊，不要讲荷丹如来家业，那可重担子了。如果说有些时候有些承担的时候，那个强势、啊、跟那个里面的的、这个、理想啊，还有自己的想法，就起了很多承。 就觉得很可惜。那到底谁能满足他？谁能满足你自己？自己都不能满足的，谁能满足你？世界谁能满足你？我们有没有满足佛啊？<laughs> 佛什么都满足哦，可是到底我们有没有满足佛？我们做了什么事？ 我们有没有满足佛？我们有是个乖小孩、乖佛子吗？我们有城市供养吗？我们有对佛恭敬吗？佛教导的，我们有如实照修吗？我们办不到呢。我们三千多年、两千多年来都办不到，佛还是满足的。其实事实上也不能用“满足”两个字啦。 我对这上面没有意见，可是有些时候这忍辱来自于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相的道理。嗔心就是这样来的，它不是实相的道理，它只是自己的意见，所以让那个嗔无限的在扬起，对不对？ 这样会不会修忍入啦、啊？修忍入一定会完成的。世尊都修五百世忍入仙人呢，他是仙人呢，还持续修忍入呢。他已经有五通了，还持续修忍入呢。不是修忍入，只有成就五五通，他连五通了之后，还在持续修忍入呢。 啊，我们一通都没有，<laughs> 是不是？这个人忍，能改变心性；忍住能改变心性。为什么我们这么刚强，自己降服不了，又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迫害别人？是别人在忍，不是我们在忍。 菩萨要回头，那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在一念之间呢，不守清净真如，其嗔的众生，要想尽办法使他安住，要想尽办法使他远离嗔心，要想尽办法让他回光返照，这个时候。 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中间应该做的事情，甚至你就是被嗔怒的对象，你会怎样？你是被嗔怒的对象，你会怎样？菩萨会怎样？那我们就得好好学，对不对？ 好，那这个第三是忍辱波罗蜜，第四叫精进波罗蜜。这精进波罗蜜是平均的实践五个德目，都有遍及上进不懈，就是你不断的自己在提升，持续不屈不挠，那不会懈怠，自然就长养善法。 精进会让你没有遗憾。我这样说，同学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有些时候你会自己有飘荡，你会遗憾呐、啊。只有无间修，你才不会遗憾。其实精进基本上的下手处就是无间断的，无间断的都在修持。 你就不会有遗憾，无间断的在戒当中，当然戒有开车吃饭了，无间断的就看到宇宙万法必竟空，无间断的让自己安住在清静当中，无间断的只要念起的时候。 有法要现前，有绝观嘛？如果是这样，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那有的人也有他精进的道理啊，他精进是呈相状的一部分一部分，但中间呢，还是会有一些转折。之后你老是问他，他也觉得他自己不够精进。 好、哦，我应把作精进的时，阵拢无烦恼呢。你来硬讲，一把作精进没烦恼，表示你只个有烦恼，阁无精进。如果一直持续状态的话，你会呈现一个很稳定。但修行人说实在要呈现这种稳定，并不是很容易，因为人有世间情感跟世间事物的，就是哎。欸 叫唤、吸引呢、啊？啊，这些你不能免除。所以，如果以这些的时候，你要安住在法。比如，你今天是个女儿，或是你是个儿子，母亲节快到了，你的父亲、母亲会跟你讲：“儿啊，啊，带我去日本玩玩啊。」 那你会怎么做？你是要圆融，所以因缘法缘起性空，我应该孝顺呢，所以我应该带我父母去日本玩玩。可是日本吃素很辛苦呢，那就想着想着好多的想啊，那我应该圆满，那么如何？ 张扬善法，我要如何精进持戒？我要如何让父母亲安然？这里面你可能可以借着陪他们去日本的时候，随机说法啦。你可能在那里面一边看着樱花，一边念着阿弥陀佛。 那樱花跟阿弥陀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我去看北海道的雪季，那五月是没有雪后。啊，在看到那些雪的时候，我如何体证清凉？这中间无非就是一个准则，也就是你永远是有佛法的。 在世间的相状里面，没有进入贪恋，也不舍离你该圆满的事情，比如父母亲召唤你母亲节的活动，这时候你才会懂得有为无为，不依不依，理跟事里面如何圆融，事项上它并不冲突，而你理法上。 是安住于清净的，所以这个精进波罗蜜啊，基本上我们在实践不是直接人入禅定、智慧啊，精进在其中嘛。所以你其他的五个德目里面呢，都有意愿，而且都真实的。 就圆满他。你在布施的时候，把布施的道理看得很明白、清静在持戒的时候，戒为无上菩提本，从来没有一个闪失。我要纵容我自己，但也不会自我压迫了。在对待他人的时候，用慈心、悲心，那自然就不会起嗔恚。 在禅定的时候，能够变一切实；在处理的时候，能够如法如律，能够相应于众生的根器，里面把佛法不露痕迹的放进去。如果是这样，就算是精进。所以，精进是一种精神状态。 它是一种自我维持的精精神状态，与别人无关，精进能贯穿前后，因为与别人无关。你要记得，你的生命不是拿来浪费的，你的生命是要完成的，会完成，会通过你所有一切的所谓业障吧。 所谓菩萨道吧，所谓该该圆满的所有一切吧，所以这里面呢，你都一贯的、一贯的有稳定的这种状态，有意愿，这样就不会退缩到不知道哪里去。可是一定会有一些跨越不了自己。 而打退堂鼓的某一个时段，你去较量看看自己打退退堂鼓那段日子快不快乐，你就发现很不快乐。人说：“我买下回来啦，我能买关脚啦，我买念回来，结果一几年你就痛苦。”有人有这个经验，吃素之后，我买加菜啦，加个心态变了呢。 那你干嘛每次一口？那干嘛我还在杀众生的命？其实吃素不是什么大问题，是因为你你把吃素看成是一种束缚啊！你吃的素是你，踢皮干养龟啊？这这个是是相精进相持戒相吃素相。 他不具足智慧波罗蜜，<laughs> 他不均衡了、啊，知道意思？所以精进是一种自己的精神状态，对不对？你睡觉该睡的时候该睡啊，也是叫精进啊。哦，我比较困，我困我都不精进，我欧哈，你看 <laughs> 变成阿那律。 没有那个能力啦，你要真的很精进，那倒是无话可说。说这个精进是每个人的状态，精进是每个人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自我的精神状态，自己决定的状态。精进是自我决定的状态，而且它里面是自发性的精神状态，从不摇摆。 有时候你可能会摇摆，那不叫精进，那叫自我强迫。那你如果很稳定的这种状态，那就是精进。这样会修正吗？阿丽路精进不？<laughs> <laughs> 他跟睡觉啊，跟吃饭，嗯，不是一定等哈，你说精进就不睡觉不吃饭，不是这样。 他是安住在修行法药上，他整个的疑轨，他没有错谬，自然就会生长、散发、长养。修行需要有一段时间，你真的完全在这里面，阿兰若啦，就是会有一些隔离，因为凡夫嘛。 那之后，你再放回来这个点，它也不会不会摇摆、啊，因为你明白。好，那第五个讲的禅定波罗蜜，这禅定不是讲两腿一盘的禅定，而是在讲我们从有漏，不管你用什么法门，都是为了定。再讲一次。 你任何的法门都是为了达到定而能服能达到定能服这叫有漏定。再有有漏定里面呢，去做官法门的开始都是为了定而服烦恼，它本身就是止。 之后，再随所有的一切观起智慧，所以这个禅定波罗蜜讲的是从杂乱的世间一直到得无漏定，出世间世间呃出世间而得智慧，这样整个的过程叫禅定。 禅定，波罗蜜，现前的东西叫波若波罗蜜，这样就比较容易厘清任何的经典对于这个定的功夫境界解释都有不同的入点，但修行只有适合你的那个办法。 就是你修禅定波罗蜜，那个办法就是你的。那你不要以为说，我修这个就跟定没有关，任何法门都一定要定，因为众生是在动荡中、躁动、无名起或造业啊。这个“惑”就是一个动荡的状态，不明确、不明白。那借有很多很多的办法。 都能对治这个乱意，让心安定下来。这基础上有定的功夫，但达波罗蜜呢，是讲观思维修的这一块。当然，这里面可能可以对一事项来修，也可以依某一个四句偈，就是法要来修。那这个当中有非常多不一样的。 过程，我们只能说菩萨呢，在自我修持禅定这过程，自我修禅定，我没有说波若蜜哦。菩萨在自己修禅定，一定有法门。有的人说：“哎呀，我的、啊、在在处处，我的么的安定的，这个是很伟大的话，他是不是真的这样？” 我们也不用去探讨，但修行它过程一定会借由某种方法从世间相穿透过去，是一定的。你不会刚好睡一觉，明天起来开悟啊！你的困咖足定的，没有这回事。要不是你在梦中，或是你在生命里有一个。 什么样奇特的发生，我们不知道。所以禅定的功夫不是在无知之下，现在要讲这个点。禅定不是无知之下，而是觉之下、明,明之下，它是觉而且是明的，它才能够从世间的杂染这个当中。 去看清楚他幻象，而这幻象是自然不见。当你懂它是幻象，它就不见，它不会一直存在。所以它就明，他就明明之后呢，再回来观，也就是在觉。那所有一切实相就明白了，是不是智慧波罗蜜？就是波若波罗蜜就现前，波若智慧现前啊。 还不谈波若蜜，那这如果各位修行上面完全使不上力，或是完全没有真正产生很多作用，只、就是说闻思闻思，那奉劝各位，你可能真的需要法门呢、欸。而且法门适合你的。 用上手了，服了，调服了，服烦恼了。你这个界定会的这个定，就禅定的这个，就是表示这个功课有了。那第六个菩萨会修智慧波罗蜜，就是波若波罗蜜。这个要从前面全部都有。 才能达到这个。有的人会误解，会误解说：“我全部前面都不用，然后我只修智慧。”这个智慧非常可能是偏差的，而且是以知见立知见。所以这个波若波罗蜜啊，它对峙于此，这是真实的智慧。 是生命的真谛，都明白，都要全部借由前面平均、平均，而且饱和，这智慧才会开启。那这中间一定会通过定，才会体会，因为波若波罗蜜，它是出世间无漏的智慧。 如果在有漏的处理里面，不失持戒忍入，精进是中间的状态啊。在有漏的开始的经验处理，没有达到世间定，再出世间根本就没有波若波罗蜜。所以前面的五度就是为了最后的这个波若波罗蜜的现前。 六度，这样子可以知道菩萨修什么。当然，这六波罗蜜的经很多啦，同学可以自己阅读。这六波罗蜜其实就是三无漏学界定会所设，意思是说，布施、持戒、跟忍辱，其实它是属戒学。 布施持戒跟忍辱，它一定是基础嘛？它跟身心，就是身口意三业的行为有关，所以它属戒学。禅波罗蜜就是定学，增上心学就是定学所设，般若波罗蜜就是增上慧学所设，就属慧。精进波罗蜜通三学。 就是通着其他的五度，也是界定会里面都有精进。在这六德目菩萨自我在修持，其实是借由外境来练心，也就是借外而来关照内，由内而来起实质这个体悟。所以以修行的六德目初初而言，是自开发。 也就是菩萨由这个上面来着手，这是菩萨发起愿心的事方面，就是世间相。我们讲啊，菩提心啊，或是所谓的清净离体，这个是无法以相状来表达，但是它呈现出来的作用，其实就是不施持戒忍辱精进跟禅定，而它。 内部所证得的叫波若波罗蜜。那菩萨除了开发到这个智慧之后，还能够真实的利益众生，也就是他会有殊胜的菩提行。经论里面谈到，菩萨要到达大涅盘，他必须圆满的具备这十种殊胜行，就是前面的六波罗蜜以外，再加上。 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利波罗蜜跟智波罗蜜，罗蜜当有波瑞波罗蜜，还要实践于所有的啊、呃、这个现况中。这方便波罗蜜就是以种种直接、间接的办法，启发自己的智慧，也启发众生的智智慧。这个就是自觉的部分，再加上觉他。 在自觉觉他的过程，你一定得靠近众生啊！这个众生，你没有度，不可能得佛之智慧。那你没有本体上的智慧，你也不可能度化众生。其实，以度化众生而成就佛道，以正得佛性而圆满度化众生之时，这两个是息息相关，互为因果。 那谈到这方便波罗蜜呢，一定是菩萨啊，具体的、具体的在行菩萨道。而这过程，因为菩萨的愿，从没有一刻的这种失去，这叫愿波罗蜜，第八波罗蜜。这个愿并不是我们世俗心的理想，或是暂时生灭现象里面。 发动的一个念头，这个愿波罗蜜是菩提心，它圆满的呃，完成的这种呃方向感，所以这个里面没有选择性的是非，也没有特定对象的要与不要。所以众生如果呃有这个因缘现前的时候，这菩萨绝对不会失去任何一分的这种意愿。 这个叫愿波罗蜜。那这个呢，基础于呃，菩萨在因地的时候，或许已证得法性，或许未证得法性，可能是在相似菩提心之下发起的愿心。在借由证得清净法性之后，它已经不是相似菩提心，而是真实。 清净的菩提心，也就是佛性。那这个菩萨常持这个愿心，它不是概念的一种心境，而是实况中的方向感，也就是自然的意愿。这个是愿波罗蜜，常持愿心，并付诸实现，也就是实质没有呃这个个别的我或是。 另外的一个思维啊，这样的想法产生，而是直接会付诸实现。那第九叫利波罗蜜，培养实践善行、判别真伪之能力。谈到这个利波罗蜜，其实就是真实智慧才有这个力道。我们一般来讲用思维法，这是意识心，这个是对与不对、是非善恶的鉴别。 当是非善恶的鉴别与过去的基础，也就是你道德基础、你的学习的学识基础、理论基础、知见基础连接起来的判别，如果它里面尚留存这个见，或是留存这样一个答案本身认定的这个答案，这样子的状态之下，都不是所谓呃佛性正。 本身发展出来的力道，正物跟不正物差异就在这个点，也就是众生以思维法得其意，众生以思维法抉择行为，但以佛菩萨来讲，他不以思维法来抉择世间，这所有的一切，他直接就能够有这样清净的检择，那是实相因缘。 它不违逆，而且在所有的缘起性空本身里面，丝毫不是用意识形态，所以展现出来，它能够判别真伪。所谓的真跟伪差异，就是不是清净啊、呃、圆融圆满的，而是思维了叫伪，虚伪的伪。那如果所谓真的话，就是指佛的实质啊，这个真。 那这个正得清净法性之后，正得波若波罗蜜之后，在每一个现前现前的缘起法当中，自然会这个呃真理呀、啊，啊真理抉择的这种能力就会出来，办法自然就会现前。这个就是菩萨正量达到那样子的程度，自然展现出来的相状，这是力波罗蜜。 那第十智波罗蜜，能了知一切法之智慧，这个就是讲到，他已经没有缺漏了。那智慧的程度，就是智慧圆满的程度啊，在圆满度化众生的能力上面，因菩萨的这个实质的差异有略略的不同。就是修行里面呢，菩萨的发愿都是菩提心。 以菩提心为基础，才会发展出圆满的是波罗蜜啊。那谈到后面的这四个波罗蜜，方便波罗蜜为施、戒、忍三波罗蜜的助办，也就是布施、持戒、忍入。如果没有方便，是不能圆满的那愿波罗蜜为精进波罗蜜之助办，也就是精进波罗蜜里面呢，一定要有愿。 来作为辅佐，你才会精进不懈；否则会保留在一个原点的状态，也就是停滞的可能性啊。力波罗蜜为禅波罗蜜之助伴，也就是这个定的功夫，它必须有进入到相当、相当有力的状态，就是稳定的状态。 那这个禅定跟智慧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般有一些不了解，把禅的啊、呃、禅的定境以为就是正得智慧，其实它不大一样的。由禅定啊、呃，这个定是上有关照，上对于所有的一切能够保持它的觉性，保持它的觉性，一切看得明白，心中不动荡，这个是叫禅。 那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而稳定，这个就是有力道，就是有那个能力，有厚度，有重量。那这个力波罗蜜，是为了是为了能够完成智波罗蜜，也就是从有漏到无漏，从无漏才会发起实质。所以，为什么智波罗蜜是波瑞波罗蜜之主办？ 也就是波瑞波罗蜜，如果我们讲根本会的话，根本会无是非的这个会的话，啊，它还不发展出厚德的世间智。那这个智波罗蜜讲的就是菩萨在度化众生，根据于所有的一切事现前的时候产生的世俗智，也就是厚德智。这个厚德智以厚德智的相状来。 完成世间所有度化之时，所以它是波若波罗蜜的主办，也就是由波若波罗蜜发展出智波罗蜜，i, 它是它的后得智现象啊。那这个地方谈到定与会的差异，这个会会是定之后的结果。那定会等值，就是会一定是有定的，定不一定有。 那如果说定，呃，定从世间的繁繁杂、躁动的一一些现况中，一直达到有漏，这也能够达达到禅，但是禅不是他最终的答案，定不是最终的答案，法门不是最终的答案。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得正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波罗蜜，这个才是答案。所以常常我们会能够有觉照力，有观察，所有的一切也如如不动，其实都还是存在于存在于一个如如不动的觉性跟外界同存的呃这种形态。这里面还是。 有觉，有观，有心往，有心所。